团长，嗯，那咱等到啥时候？着什么急嘛？有的是机会。我能不急吗？早点消灭了郑维新的白枪会，我也好早点。你是想早点消灭白枪会呢，还是想早点回家呢？谁不想家呀？离开家都3年多了，想家了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我爹娘咋样了。老实说，你是只是想爹娘吗？我真的是想爹娘了。行了。 你肚子那点东西，我还不知道啊。想缝了吧？报告团长，我确实是想爹娘了，也想缝。你整天守着个媳妇，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的。轻点。咋了？我说错了？是啊，结婚3天就被警察主抓了，离开家离开媳妇儿，当然难受啊。想媳妇儿也很正常，尤其是现在整天枪林弹雨的。 沾不着一点女人气儿，能不着急吗？这样，我给你一晚上假，让你回家看看。啥？才一个晚上？嫌多呀？那就一个时辰。哎，别！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，是吧？按理说已经到家门口了，回家看看很正常。但是，我还是有点担心你。担心我啥呀？ 怕我腿软了回不来了是吧？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但是我还必须提醒你。还记得3年前我们攻打郑家寨吗？那个时候凤还在郑家称职之下，没找到。这给你，也给我和秀云带来了很大的遗憾。我是说，如果这次凤还被控制在郑家寨，还被控制在郑家大院里，那你怎么办？团长。 咱也是老红军了，这点道理还不懂吗？家里头3件事，先捡要紧的办，对吧？先芝麻后西瓜。嗯，哦，我说错了，先西瓜后芝麻。等咱打进郑家寨，我让郑维新那老小子驮着我媳妇儿给我送回家来。<笑>好，记着，你现在已经是真正的红军战士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纪律才是首要的。是。我。 刘子，谁呀？刘子，我。谁要来了？开门！牛肉哥，刘子，我问你，哎，你放开我！你干啥呀你？你是人是鬼呀你？你放开我！你别吓唬我啊！你咋了你是？这我是牛啊！不对不对不对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被白狗子杀了，那尸体就吊在碗子在那边树上呢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你放开我，你饶了我！咋了你是？我被活得好好的吗？不信你摸摸。 你真是牛哥呀！你咋回事？你是，你不是死了？你才死了呢！我问你，啊，我们家咋了？我爹娘呢？都死了。死了？啊？咋死的？被郑维新杀了，进你们家也被他放火烧了。哎，牛哥，你怎么了？牛哥！ 你怎么了，牛哥？怎么只有我爹娘的份？ 我媳妇儿的烦恼。哎。
你是说凤儿啊？废话，我还有第二个媳妇吗？她没死，还活得好好的呢。凤儿没死，她在哪儿？牛哥，这事儿以后再说，咱先回家喝水啊，走。我问你，她在哪儿？她已经不是你媳妇了，你还问她干啥呀你？谁说她不是我媳妇了？凤儿她嫁人了。嫁人了？啊？嫁谁了？郑天峰？不是郑家大少爷，是狗屎不如的花子汉。你说凤儿嫁给花子汉了？是啊。听说是郑家大少爷做的媒，证的婚。兄弟，你再给哥说一遍。凤儿嫁给了狗屎不如的花子汉，是郑家大少爷做的媒，证的婚。她真嫁给花子汉了？乡亲们谁不知道啊？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具没有头的尸体，那谁也不敢断定就是你啊。可凤儿说了，那就是你的尸体。来，连他娘的人头都没有的，凭啥说是我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告诉我，他现在住在哪儿？住炭窑沟啊。炭窑沟。憨子，花子涵，憨子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不是我，谁敢敲门啊？凤儿，憨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队伍在南边，围剿红军吃了败仗，很多人都跑了，我也跟着跑回来了。去的时候吧，走过三五里地，就腰酸腿疼，这回来的时候一口气跑个100多里路，也不觉得累了。哎呀，凤儿，哎，我想你了，真想你了，我真怕子弹不长眼，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。吃饭吧，先睡觉。你跑了那么远的路，肯定饿得不得了，不费事的，我去做。花子涵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好像是喊我的，谁他妈在喊我？追来了！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憨子，你看见啥了？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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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！瞎说！这世上哪来的鬼？鬼，鬼，是鬼。妞儿，谢谢你还认识我。你是人还是鬼啊？谁是鬼？谁知道？你还活着？我还活着，你是不是特失望？
你是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啊？鸟儿，你听我说。别过来！这么多年了，我想过好多种可能，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。鸟儿，你别过来！该看的我都看见了，该听的我也都听见了。鸟儿，我真是个傻子。很早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，说凤不是个好女人。我不信，打死我都不信。就是全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，我信你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我真是瞎了眼。牛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敢再说一句废话，我现在就剁了你。孩子，你走开。滚！有啥火冲你来？你护着他，啊！你护着他，啊！真好，好！两年前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是郑家大少爷的小妾，现在你是丐帮帮主的夫人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你坏话，为什么有人说你是扫把星、狐狸精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没有。为啥呀，凤儿？这是为啥？咱们怎么成亲的你忘了吗？咱们成亲那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忘了吗？你还是我的那个味儿吗？你还是我心里的那个味儿吗？我不是了，你不是我心里的那个。我的那个份儿，是能在郑家门口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烈女子，她是能在天台上不怕点天灯的烈女子，是头顶天脚踏地的烈女子，不是一个见谁跟谁好、见谁跟谁睡的妖精。凤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连她都嫁呀？你想想他怎么害过你，怎么害过我？你问问他，我把你从凤家带出来的时候，是谁告的密？他说过是他告的密。我忘了，现在你们是一家人。我忘了他现在是你的男人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在碗子里头，只要有人说你的话，我就跟他打；我父母说你的话，我就跟他们闹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一纸休书，我可以不要这个家，我可以不要爹娘。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除了冲锋陷阵、枪林弹雨之外，我脑袋里头没有旁骛。我想你。我惦记着你，我就是星星打仗打个瞌睡，我都会梦见你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？你说过保护爹娘，爹娘呢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你明明知道谁是仇人，你还听他的，嫁给一条狗？他不是自愿的，他是被逼的。你死去啊！
卑鄙的你死啊！同生共死的话谁说的？郑天芳把你玩腻了是吧？把你玩腻了，把你看厌了，把你当个骨头送给他了，是不是？你闭嘴，闭嘴！凤儿，你给他说，你是怎么想，是怎么做，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话呀！你也闭嘴！该说不该说他都说了，我还有啥可说的？牛魔王，你光知道你过得不容易，你知道你走这两年凤是怎么过的吗？算了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长官，你还有帮的事儿，你要是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回屋了。警察呢？你要干什么？成牛，成牛，你凭什么砍我的树？你凭什么砍我的槐花树？不哭了，贱女人！哥呀，咱不回。是个贱女人。走，咱回家。哥，哥，喝口水，养养火啊！来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吧。你现在相信凤是杀人了吧？她不是我的凤，我的凤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才说她变了。
你呀，哥，你太憨了。你想啊，连他的亲爹亲娘都不信他了，你还信呢？兄弟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和花子涵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都不信。你说哥呀，你对他是一座山，他呢？他对你是一片云，你说这种烂女人，她不是我的风，我的风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行了行了，哥啊，你早就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这样的，他不是我的风，不是我的风。就在妞和风的感情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同时，我妈也面临着她人生中的最大一次心理挫折。红军团重返马鞍县的那年，我妈怀了我。她后来对我说，也许就是要当母亲的缘故，那些日子她格外恋家，格外想念我的姥姥。他同时也承认，红军包围郑家寨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很复杂。他也说不出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。那是他参加革命许多年来还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小云，怎么还不休息啊？你是要当母亲的人了，不为自己想，要为孩子想想。走吧。小远，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是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攻打郑家寨？就这几天了。郑家寨是反动势力最集中也是最嚣张的地方，只有打下郑家寨，才算是真正解放了马鞍。他的结果是什么样的？你是说郑伟新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他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许渊，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？我的意思是，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们可以处置他，可不可以不杀他？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不对。郑秀云真是这么说的？是啊，他说这只是他的一种想法。有这种想法也不对，有想法就会有行动。作为一名红军战士，一名共产党员，个人的意志要服从于革命的意志，服从党的意志，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马虎。看来他的思想改造还不够，而且是很不够。要想成为一个100%的布尔什维克，必须要斩断所有的私心杂念。是，郑秀云同志的这些想法和情绪是很成问题的，也是很危险的。最近我们已经有战士在开始议论这些事情了。如果说这种想法和情绪在战士和干部当中蔓延起来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江团长有什么态度？江团长有点暧昧，他们毕竟是夫妻嘛。秀云呐，我们俩是夫妻，但也是因为共同的理想而走在一起的革命伴侣。如
跟我说的有些话，说重了的话，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啊！你和郑卫星的关系，现在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间接上的冲突，或者是扳指几嘴、吵几次架的问题了。我们现在和他是阶级的对立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。所以，任何时候，我们必须把握一点。革命的利益才是最高利益。我知道了，团长同志。黄牛，哎，牛，陈连长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回程家湾看他爹娘和媳妇儿去了，说好明天一早返回部队的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连长在家呀，肯定是死心了。想你妈，他在哪儿呢？出状况了，咋说呢？我哪知道啊！你去问问。那你去问。你去去吧。去。连长，连长，咱爸妈好吧？我嫂子好吧？出状况了。没见着我嫂子，嫂子被那个王八蛋关着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急死我呀！你想，你说出来，大家也好帮你的忙啊。你真想帮我？那当然。咱们是战友，是兄弟。老子现在想杀人。借你脑袋试试！啊！团长，连长，团长，我们连长出状况了，从家里回来就这样。你先睡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呀！报告团长，红军团三营一连连长程婧向你上将。这宁波王不知道这是专门为花栽的，他可能是一时的那。他有气可以砍了我，他为啥砍我的树？凤儿，外边有点凉，回屋歇着吧。不要管我。凤儿，回屋歇着。我说了，你不要管我。我用了两天的时间，把附近山上的花都采来了。一号放教是牛儿的新娘啊，我们在一起一辈子了。
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！团长，咱们什么时候攻打郑家寨？看在咱们曾经是难友的份上，你一定要让我们连登先锋连。谁要是敢跟我争，我就跟他急。凤儿还在郑家。 你干嘛去啊？我出去转转，心里烦。你别找他啊。有些事儿，有些话，我要给他念叨清楚。我要告诉牛，他才是你心里的男人。他连我都不信，他会信你吗？你以为你谁啊？也是啊，他那连吃了我的心都有。 二天，科长，又帮战士们缝衣服呢。嗨，这不是一班长今天训练几个扣子都掉了，不给他缝上，明天没穿的。你这糙汉子变成巧媳妇了啊？嗨，哎，叫你任务。怎么？派你的侦察员到郑家碗去一趟，看看程牛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。不是团长，这事儿咱直接问他不就完了？还派什么侦察员啊？我要是能问得出来的话，我还找你干什么？ 想回来再缝。行。根据我们前几次攻击的情况来看，郑家寨防备的确很严。看来郑维新是下定决心要固守待援，蒙抗到底了。现在他们占着天时地利，而且武器装备大大优于我们。如果再这么死拼硬打下去，不是办法。劝降怎么样？劝降？郑秀云同志不是郑维新的女儿吗？ 由他出面劝郑维新放下武器，或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我看可以考虑，郑维新的白枪会里很多都是贫苦出身，如果能劝降，把他们的武装变成我们的武装，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实力。江学员同志，我能说两句吗？请说。同志们，对郑家寨的情况，我也做了一些了解，的确。 如果强攻的话，会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可是，同志们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红军从创建的那天开始，哪一天不是在困难中生存，哪一天不是在困难中战斗，在困难中发展壮大呢？我们今天遇到一点困难，我们就害怕了，就退缩了。同志们，劝降，劝谁的降？ 郑维新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又不是不清楚。据我所知，他杀害了不少的红军家属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。再说了，他又是马鞍县最大的反动势力，我们和这种恶贯满盈的人谈劝降、谈招安，这切合实际吗？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后果会是怎么样的？吴亮同志，你先别激动，在战争中劝降也是一种方式。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 岂不更好？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。吴组长，对手是谁，我们并不比你了解的少。问题是现在再怎么强打硬攻下去，未必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，搞不好连鱼死网破、两败俱伤的机会都没有。同志，你的这种思想太危险了。我这是实事求是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一个举手表决。
江队长，恕我直言，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好像是事先设计好的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研究作战方案，可结果呢？哼，我明白了，你说我在开大会之前先开了一个小会，掏了耳朵。他们一直都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打过仗的，当然是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了。吴亮同志，你可以不尊重我，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们这个集体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算了，既然已经形成决议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感情而损害了革命的利益。你放心，什么是个人感情，什么是革命利益，这个我分得清楚。团长，吴组长，去程家晚的侦察员回来了。是。情况怎么样？听到了老乡说，程宁的父母都已经死了，是被郑维金杀害的。他的媳妇呢？凤呢？他媳妇儿也改嫁了，听说好像是嫁给了一个地痞无赖，叫花子憨。花二姐，在打下郑家寨之前，派你的人给我看着点程妞，她的脾气我了解，我怕她控制不好情绪，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是，你放心吧。花子憨，凤嫁给花子憨？怎么，你知道这个人？他是紫云香出了名的泼皮无赖，常常助纣为虐，为非作歹。紫云香的人都恨他，尤其是女人。那儿的大姑娘小媳妇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：谁要是做了丧良心的事儿，就让她嫁给花子憨。这么一个恶人，凤为什么要嫁给他呢？我觉得不可能。凤的性格我知道，她就是死都不会嫁给花子憨。但是我们的侦查员刚从程家晚回来，说那儿的老乡都是这么说的。牛呢？牛在哪儿？秀云，这件事情牵扯到郑家，我劝你不要去找牛，以免火上浇油。他跟凤的事儿我最清楚。可你跟郑家的关系，他也同样最清楚。陈连长，还没吃饭啊？瑶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觉得吧，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，对吧？不能糟践自己的身体，是吧？放下，营长，你放下，你拿着他臀部了。乱七八糟的，你胡闹什么呢你？这是护城河，这是郑家寨，这是他左右碉堡，你拿着他团部了，这是先锋连，你放下！我记了半天了。这乱七八糟，你鼓捣什么呢你？鼓捣郑维新，我就不相信他郑家寨是铁板一块，扎不进去针，还漏不进去气。天牛啊，别想那么多了啊，赶紧吃饭去。今天早上接到团部通知，说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，我们暂时停止对郑家寨的强攻，采取劝降策略。劝降？劝谁的降？郑维新啊，劝他投降。交枪不杀？当然了，我们呢还是要做两手准备。如果这个郑维新拒不投降、负隅顽抗的话，我们还是要……你等等，营长。劝降是谁的主意？上级的决定，全盘考虑的。我不同意。这是劝降吗？这分明是在向反动派妥协。程牛同志，你不同意，这是上级的决定。程牛，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，我理解你。对了，团长特意嘱咐了一下，让你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，调节一下情绪。你呢，
可以在营地里休息，也可以让几个同志陪着你，去给你的爹娘上上坟。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，你不能做出任何因为你自己的冲动而违反纪律的事。鸟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，是属于红军，属于革命的，明白吗？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！我现在就想知道，让郑维新交枪不杀的主意是谁出的？